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收到粉丝提问，为什么没有萌新专属武器？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毕竟在吃鸡里有很多萌新，很难进行压枪，导致 KD 非常低。那么光子为什么不推出 KD 很低的玩家才能拾取的萌新武器呢？原因至少有两个，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、2、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刷新率太难调整，如果刷新率太高，那落地全是萌新武器，正常玩家无法拾取，很容易导致其他玩家不满，而刷新率太低的话，这个武器推出又没什么意义了。二，对萌新影响不大，很多萌新 KD 很低，对枪打不过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身法意识太差的问题，反而压枪在这之后，即使推出后坐力很低的专属武器，对枪胜率也很难提升，因此综合来看，萌新专属武器以后也很难推出。其实光子为了照顾萌新，已经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特训岛的玩法，完全可以自己去练习枪法、身法。小伙伴们，你希望光子推出萌新专属武器吗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见。